水上市集正式开幕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揭牌，在台南昆生湖红树林秘境打造全台第一个台版的水上市集。看那个前面的景色，搭船体验完在水上的购物乐趣，还可逛海味市集，享用最在地的海鲜以及小吃。这个活动是兼具文化，也兼具美食，也兼具地方的市集。在我们的大庙龙山寺前面，这可以说是让地方民众还有外来的观光客都非常喜欢的。就怕你吃不够，还有20辆餐车组成的美食市集，市府更是精心打造这一台以 3D 科技能无感体验美景与美食。我们一台大台拖拉机，嘿，台南市政府来宣传台南的美食，所以你看那个拖拉机就看了嘿、去哪边老了的，进来叫水上市集被挂。市府用不同方式让民众认识台南。TVBS 新闻刘一晨、徐静宏、林轩，台南桥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